几种夺命蔬菜，看完了一身冷汗，转发一次救人无数。人们经常吃蔬菜，但是蔬菜也有好坏之分，如果你分不清蔬菜是否对身体有害，那可就容易出问题卡。一、无根豆芽。在制作豆芽过程中，如果使用除草剂，很容易造成豆芽无根，但也不是全部都是这样，还需要理智选择。除草剂的危害比较大，致癌、致畸都是其危害。二、烂白菜。食用烂白菜会引起头疼、头晕、恶心。不要因为不舍得丢掉的一点点白菜而损伤身体。三、青番茄。番茄在青涩未成熟的时候含有一种叫做龙葵素的有毒物质，食用后容易引起恶心、呕吐等食物中毒症状。四、黄花菜。黄花菜，特别是黄花菜花含有毒素，会引起嗓子发干、血尿等症状，但是黄花菜在晒前后就没有毒素了，吃前尽量将前菜花多泡一会。五、发芽的土豆。发芽的土豆含有的龙葵碱会让身体造成食物中毒，所以发芽的或者表皮变绿的土豆不适合食用了。六、茶叶发霉。茶叶发霉会有一种致癌物叫做黄曲霉素，喝了发霉的茶叶也是会伤害身体的。七、红薯长斑。不要小看红薯长斑，其实那是感染黑斑菌所致，吃后也是容易中毒的。喜欢这篇文章吗？立刻分享出去，让更多人知道。人们经常吃蔬菜，但是蔬菜也有好坏之分，如果你分不清蔬菜是否对身体有害，那可就容易出问题卡。一、
无根豆芽。在制作豆芽过程中，如果使用除草剂，很容易造成豆芽无根，但也不是全部都是这样，还需要理智选择。除草剂的危害比较大，致癌、致畸都是其危害。二、烂白菜。食用烂白菜会引起头疼、头晕、恶心，不要因为不舍得丢掉的一点点白菜而损伤身体。三、青番茄。番茄在青涩未成熟的时候含有一种叫做龙葵素的有毒物质，食用后容易引起恶心、呕吐等食物中毒症状。四、黄花菜。黄花菜，特别是黄花菜花，含有毒素，会引起嗓子发干、血尿等症状，但是黄花菜在晒前后就没有毒素了，吃前尽量将前菜花多泡一会。五、发芽的土豆。发芽的土豆含有的龙葵碱会让身体造成食物中毒，所以发芽的或者表皮变绿的土豆不适合食用了。六、茶叶发霉。茶叶发霉会有一种致癌物叫做黄曲霉素，喝了发霉的茶叶也是会伤害身体的。七、红薯肠斑。不要小看红薯肠斑，其实那是感染黑斑菌所致，吃后也是容易中毒的。喜欢这篇文章吗？立刻分享出去，让更多人知道。